我操，兄弟！喂，太堵了。对，大家。人家感觉下路对线是拿登场被打断了，死了呀！哇，他 W 被打断了，记了，下路线也被卡住，而且这波主要是 PPL 都没交闪，对，他就是打断了，没交闪线，他下把还有闪，哎，什么意思？一个下路，哇，他们回头打，这波换血还可以，哎 ，A 波六级了，六级。打个伤害，反正三米的，听到他吗？听到了，闪现 A 二，做大，这宝箱可以杀呀，都没扛一下，猪猪可以，这我啥挺好的，这个清很关键。一个坏消息，他是真的抓，还想抓一波这个小奶油吗？左围扭一下，但是还是会死啊。被动打出来了，对，这个狐狸左围扭，被做到了，啊，还是会死，还是清回来了。而且上面又被针对了，想抓这个真的抓，真的抓有大，鸡哥，哎，剑姬应该还有 W 吧？剑姬有 W， 但是我觉得这个 W 能挡什么技能呢？挡了一样会死。嗯。后面是不是想后左边放个阵营在打架？不是硬拆拆掉了呀？对，直接踢过来就打架，硬打就塔可以给你，但是你们别想跑。但是发现对面多一个逆口，而且剑姬没大，发现对面多个逆口，剑姬得赶紧跑。哎，逆口技能空了，能不能杀个山鸡？逆口技能全空了，山鸡回了一口。逆口技能全快呀！但是位置蓝色帮 OMG 已经保持得很好了，全来了。两边中的全来了，哎 ，PK 的开的有点急了，这波。下了大招也第一时间开出来。落魅波三个人，塔是掉了，但是 A 波直接死 ，PPK 也倒了，山鸡这个位置好像也跑不掉了呀，鸡哥想跑有闪现，瓶子没大，能跑吗？有个传送门，门离得有点远，点传送门点不了，点不了。看起来打满，不是，看起来未必想打满的样子。小龙四千，小奶油，闪现开吗？洛先开，哎，这 PPL 被秒了。但是 Nico 的哇 ，Nico 也没进好 ，Nico 也被这个洛，他怎么艾博倒了？啊，小龙是 Nico 还在，中妹的小龙，小王还没死，真的装跟山鸡在下路打起来了，瓶子倒了，炼狱扳机抠也被金神给躲了，小豪也死了吗？还没死，哎，这个不对啊，什么情况？艾博怎么有双他就死了？为什么一个？为什么？艾博的双招呢？他们有惩戒，3900、3600，山鸡有爆破果实，山下来3000多啊，冻住了猪妹2000多，1700、1600，去看这能装，有机会卡吗？有机会，这能装很。好像没太多机会，走了，真的转过去跑，又上墙，山鸡来了，瓶子啊，后三空掉，瓶子也上去了，感觉要留下呀，要杀呀，杀也只能打呀，全上去了，三米了，到了他最喜欢的时刻，没了，看起来还是输了呀，很冲，这也还好像冷推，猪妹没大不敢开。而且这个侠还在自己 F6， 他吃完有搭青羽了。一波过来开的，哇，瓶子倒了，好像是一波不了吧？但是我第一波还是爆一波。右边有侠，让他们好想一波啊！有侠路啊，他们给清兵。这两个抛射兵是进不去的，大龙波牌30秒。这场一波吗？小鹿呀，但猪妹现在还是没大开不了啊，我觉得应该想推一个门牙就走，小二也被控住了，真不能这样一步吧，一直在这里逗留，哎，先开猪妹，另外一边落台两个，猪妹第一先秒了，炼狱扳机抠起来 ，able 第一波炼狱扳机已经抠过了，我已经不想加班，三个大炮车，门牙是不是推掉了？哇，差一下，差一下，两个单人线都有 TP， 他们给踢过来一波了，第二轮炼狱扳机起来了，
让被套着剑姬的大招，但是没问题，狐狸技能空掉了，第三个转起来，啊、哇，好好炼狱啊！艾宝也没了，没伤害呀、啊，这个结束了，叫车了，已经叫车了，已经叫车了，前面叫车了，你是从哪一波团开始叫车了？我看看时间，3分钟前叫车了，三分钟前。就是那个萨米拉上去转的时候已经叫车了。萨米拉转的时候已经叫车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有理解的。最近职业赛场最帅的萨米拉，没办法呀，人家是 LPL 最强萨米拉，绝活萨米拉。有预判的。